亮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瓦邦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丰丁同志追悼会隆重举行；赵仲丹副总司令莅临某能县人民医院参观视察；某波县一确诊患者康复出院。瓦邦联合党原中央委员、农林水利部原副部长丰丁同志，因长期患病卧床，经医治无效，于2021年6月6日下午14:40，在邦康家中逝世，享年75岁。6月8日上午，丰丁同志追悼会在其邦康的家中隆重举行。追悼会现场氛围庄严肃穆，沉痛悼念丰丁同志的黑底白字横幅悬挂在灵堂正上方，灵堂两侧是丰丁同志的亲属和各单位敬送的花圈与挽联。瓦邦政府副主席肖明亮、瓦邦联合军副总司令赵忠丹、瓦邦政府副主席赵国安、瓦邦政府副主席罗亚库等中央领导、中央机关、各县、各特区、各部队相关单位负责人或代表参加吊唁及告别仪式。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丰丁同志的家属、生前好友、邦康各单位干部职工及社会各界代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大福主持追悼会。追悼会上，全体人员首先为丰丁同志默哀，行三鞠躬礼。农林水利部办公室主任罗峰宣读讣告及丰丁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主持人周大福宣读敬献花圈名单及参加追悼会的单位及唁电。政工部部长赵癌纳来代表联合党中央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悼词概括介绍了丰丁同志的生平。1947年1月20日，丰丁同志出生在缅甸贵盖县蒙古地区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年少时期生活困难，受尽山官头人的压迫。在接触到缅甸共产党以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70年，年仅23岁的他就自愿参加缅甸人民军。1971年8月15日加入缅甸共产党。1972年被派到南瓦曼巷当排长。1973年被派到南瓦县政治宣传部担任指导员。1974年至1976年提任南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1976年至1985年提任南瓦县办公室主任。1986年提任南瓦县委书记，同年调任七旅改委。1989年调任原417师副师长。1989年4月17日自愿加入瓦邦联合党。1990年被安排到地方行政管理部担任副部长。1989年任农林水利部副部长。悼词中高度评价了丰丁同志的一生。丰丁同志的一生是勤劳奉献的一生。年少时代的丰丁同志和许多同龄人一样，饱经旧社会苦难生活的煎熬。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勤奋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后，他更是爱岗敬业，处处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无论在哪个岗位，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钟爱自己所从事的每份事业，始终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一心一意，无怨无悔。这也使他从一名普通的士兵逐渐成长为瓦邦的一名高级领导。丰丁同志近几年不幸患上疾病，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在长期与病魔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也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大的压力，但他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不给组织添麻烦。生活中，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节俭。工作中，他认真负责，敢于担当，任劳任怨。家庭上，他对子女从严管教，严格要求，家庭和睦。丰丁同志在50年的革命工作中，在前线部队不怕苦，不怕累，作战勇敢，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干部。不管在部队或在地方工作中，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丰丁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儿子，失去了一个好党员、好领导，是我党的重大损失。丰丁同志虽然离我们而去，
但他的那种忠于职守、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崩丁同志没有完成的事业，把佤邦建设得更加美好。6月6日上午，联合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赵忠丹、联合军某旅旅长鲍癌康等领导前往某能县人民医院参观并视察指导工作，某能县县长何春田及县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参观。何春田县长代表某能县人民政府及县人民医院全体员工，对各位领导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来院视察指导工作表示诚挚的欢迎。在宽敞明亮、设施先进齐全的医院内，何春田县长从医院的基础建设、医疗配置、相关工作及下部规划等方面向赵忠丹副总司令做了汇报。随后领导一行参观了医院的各科室及设备高精尖的重症监护室以及温馨舒适的病房，某能县人民医院先进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的医术、功能齐全的科室及清新优美的自然环境赢得了首长们的一致好评。赵忠丹副总司令指出，某能县人民医院升级建成使用后，医疗硬件条件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希望医院下一步要克服困难，继续提高业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担当起区域医疗中心责任，要加强医院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通过与邦内外知名医院和专家交流，不断提高整体诊疗和管理水平，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强化服务保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就医体验满意度。同时也要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某能县人民医院参观过程中，赵忠丹副总司令还看望慰问了因病住院的地方部队某旅副旅长魏三部乐，详细询问了魏三部乐副旅长身体恢复情况，并预祝魏三部乐副旅长早日康复，重返工作岗位。6月3日，某波县一确诊患者杨某康复出院，某波县机关干部、医务工作者特为该名患者举办了一场康复出院仪式，并对康复患者杨某表示祝贺。据了解，4月22日，杨某在某波县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后，某波县疫情防控工作组第一时间便安排患者杨某在相关酒店进行隔离治疗。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下，在中方援外医疗队医生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又经过了14天的康复观察，三次核酸检测阴性后，康复患者杨某正式康复出院。某波县疫情防控工作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新冠肆虐，在此危难关头，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身边这些来自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工作人员，他们背井离乡，日夜坚守在抗疫最前线，为佤邦的疫情防控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是天使，是最美的逆行者。某波县的疫情防控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新冠疫情依然在全球不断蔓延，所以防疫抗疫人人有责，抗击疫情没有国界和民族之分，新冠一日不绝，抗疫一日不止，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战胜疫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佤邦新闻就为您播送完了。想要获取更多的佤邦新闻资讯，您还可以搜索并关注佤邦新闻局的新浪微博以及佤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佤邦之音，随时收看最新的佤邦新闻动态，分享至社群平台。掌上佤邦。